在中国待久了的老外回国后有多不习惯。Excuse me, sir. Where's the metro? There is no metro here. Huh? Why don't you buy a hotel bar? There is no hotel bar in Norway. I'm so tired from work. Let's go for karaoke. There is no karaoke here in Norway.广场舞都得跳得有模有样。哎 ，Chris， 踢球去了。哎 ，Allen， 我得去跳广场舞去吧。广场舞？对呀，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开跳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我靠，学东青山一样。我明天再来啊。敲西瓜的手法学到了精髓。糟了，西瓜那叫西瓜塞东针。嗨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敲西瓜是轻轻声，就是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。老西瓜都不说什么了。你听，这声音是不是带着一种生疏的戒律？他说，熟了，吃吧。我说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现在想吃瓜。好好，这就给你开开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怎么样？结果挺生疏。这瓜保熟吗？奥尼尔是第一个把麻将带进 NBA 的人。五万，拜拜。五万，哎，你拿出三。篮球打得好，打麻将的天赋也是一流啊！出门不做防晒都不行。我就是不能好了。天哪，我也有这么大的太阳吗？我回去拿把伞吧。伞？你天天又雨啊？家里又多了个老外。你别笑。好，走吧。你们不防晒老得快，知道吗？你们还是挪威人吗？这个装备都超过妈妈们了。英国的跳水选手戴笠爱好居然是织毛衣。没织就算了，居然还织得这么好，不带现金出门都没法买东西。Can I pay with Alipay? Yes. Yes. Or car? 乖乖乖乖，半个小时为了取消这个罚款，你们不能搞一个支付宝吗？还是微信？复杂的不得了，没有现金也不行。埋怨加油，埋怨加油。